嗨，那今天呢，就要跟大家分享自己最喜欢吃的健康的美食，而且是 DIY 的，叫做 Easy-O，看一下。然后它的口味非常多，做一次给你看，你就知道多简单。它这边有一条线呢，室温的食用水加到一半，我们进来做这个，打开以后把这个优格粉加进来，就这样子倒进来，拿个汤匙稍微这样搅拌一下。OK，你确定盖住以后呢，你就开始摇一摇，最后呢，把它摆到优格机里面。那你这里面要加热水。看到吗？这个做好的优格放进去，盖子，你优格就做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放在这边 overnight，你就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放冰箱里面冷藏。但是好不好吃，现在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是要放明天的，可是我冰箱里面有，它不是那种很水，它是很稠的。今天如果到我链接去看的话，你只要买这个优格粉，它就会送你这个机器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如果你也喜欢吃优格的话，give a try，试试看，easy yo，bye。